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家的你家家你十块能够能够过上的，因为我们家家的你十块能打，你十块能行吗？什么家里家里，买了怎么过过？怎么做了？怎么那说过过？哎，那那些大干蛋怎么买了？我勒个！我这个说我什么那样样？2011年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得主是。S 一乐团，恭喜 S 一！恭喜 S 一！阿达玛达德格，玛嘎格莫格莫，玛扎苏苏哦，努玛达努纳阿扎努纳。希望是明天，大家在一起吧！就当个。拉嘎伊迪扎哈里，乌拉波拉多。刚开始他听你们讲母语，他一定很不习惯，这样很不习惯又很不爽。他们讲母语，其实我没有觉得讲母语不好，但是对我来讲打击其实真的蛮大的，因为 我听不懂。没关系，你们难过反正都听不懂哈。来唱听懂的了哈。可以了，国语可以了，那、台语的当然没问题了一定不会的。隔一条河而已，到那边就要讲台语了。其实我们听得懂台语，不会讲。那我只是觉得，可以先让这10000个不同的10%的人喜欢他们，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来看张惠妹的。掌声欢迎 S E。真的是个怪怪的，打不过。反正是一定要让你们。试试看能不能进大陆，所以现在就不想要这份的机会。我我在这里过得怎样？我拿起电话告诉我的妈妈，我多有钱啊呀！我的妈妈，其实很多事情我不敢说，其实很多事情我不敢说。有前辈跟我讲说，要去试，不然 等你到老了会后悔。那么那去呢？那么在那边叫西北白岩，我起码就升到白幽灵啊，我会忘记所有的烦恼跟痛苦。让大家都知道我这样在玩所谓的拉丁老生乐。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，一起来欢迎去年的海洋独立音乐大赏得主，Boxing Train。